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啊！好，我们回来我们的宪法所在比卡之星啊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进这个黄金的世界，应该是那个沙漠地形吧？哦，那这个地形感觉要用到很多枪支的技能吗？还是它会做一点改变呢？之前有水吧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嘟噜嘟噜嘟嘟嘟噜嘟噜嘟噜。哇，感觉是要弄那只地鼠哎、欸！吓死我！我以为要踩在他们身上，我想说我没踩。哦，这边又可以看到，对，这地图超开阔了。哇，那好高哦，而且还会倒下来哎，所以它要怎么吃啊？看不出来，看一下，感觉哦，我看到了，要利用那个家啊，我可以先让他们倒下来吧。不行欸，他一定要先感应那个车子才会倒下来。哇，我们真的要去吸那个钻地的家伙，还有那个钻地的家伙可以让我吸吗？完了，钻地的家伙哪里有可以让我吸的？哦，我看到一个。OK， 啊，我不喜欢玩这种。我超不会瞄准的，而且真的会专心到忘记讲话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在那个……哦，我知道，从中间当跳台。超不会钻的，还要给我加着旋转，旋转完以后又加了刺，真的是很会做这个游戏哦。OK。没有，非常没有意外的是金币而已。好，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。应该没了吧？这边没了吧？可以的吧？啊，这个是怎样？我觉得有个恐怖的，大哥，这看起来超恐怖的。我看一下，我的 A 是这个，啊 B 是什么？好 ，A、B 都一样啊。总结，等一下，哦，暂停啊，我很苗条的。你要过来？你要不要过来？你要不要过来？你要不要过来？什么？那个大地图，绕一绕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晃一晃，是什么？啊？大金币？不是吧，大哥，竟然直接打王了，而且还是我很想拿到的能力，可恶！哎，不是大姐，让我搓一下。啊！大姐，出事了！大姐，真的出事了，我上不去了！大姐，有点问题啊！大姐，出事了！大姐 ！Oh no！ 哦，这真的很考验瞄准了耶！糟糕了 ！Stinger！ 求了！没有信心了！啊！我第二条命现在就要用掉了吧？啊！我刚刚想说按着防御啊！大姐，给一点信心啊！给一点信心啊！不要再来了，很恐怖！他在跳舞的时候完全没办法逃过这过去。啊，没来得及吸他！啊，第二条命用掉喽！怎么办？我觉得真的打太烂了，我们可以要求重来吗？
要出事了，阿贝！啊，出事了！哦，我没出事，但是被我星星啊，给我星星！啊，真的要出事了！不是不是啊，这个关厕所啊！不是，这个不太对呢，大姐不太对呢。我可以下去吸得到他。Oh my god， 不对呢，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呢。而且还真的要风的能力耶，我的天！那我一开始走这里就好了。不会带接下来这边是炸弹的能力吧？我要吐血喽！哦，真的耶，是炸弹能力耶！好，啊，这里又要干嘛？好像要炸弹把它炸开，是不是？我们先上去，我记得这上面是不是也是一个小王区？反正这也不出网了。嗯？哦，跟炸弹没关系吗？挑得到吗？这视角有点不太对哎，他如果是另外一个视角的话，就很好，比较好看。这个视角有够难看的。哦，附近的萤火全收到了啊！可是我的鞋好残哦。我有点想出去重来耶。所以他这一个第一大关其实讲实在没什么难度，只是刚刚那一只天鹅不小心把我的能力打掉，有点保留有点残。可我不管，我觉得这我们才前面就弄成这样，我这边位置记得，我要重弄一下。OK， 好了，完全无损血的来到这，结果我们频道专门是放玩很烂的画面给别人看，别人的频道是放很好的画面，一次到底的画面给他们看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OK， 好了，接下来就没办法重来了。啊，青蛙蛙，青蛙蛙，青蛙娃娃娃，先让我看看啊，先让我看看娃娃啊，啊，好像很多人啊。完了，这个家伙是要吸的吧？感觉是要吸那个沟，我才有办法。哦，好像也不用。哇，那个真的要吸沟才走得到啊！重生哎、欸！哦，有，不用吸，我以为要吸那个弯钩，那个钩钩才有办法。哇！你给了的哟！等一下，马上帮你洗澡，不要急。来了，洗澡招。啊？怎么没有灵魂？看好路，他这个一转角马上就有了喷火，有点奸诈哦！啊，掉下去了！嘟嘟嘟嘟，
开到什么？哦，可以喷水水了。我们是要先……哇、哦，这家伙有点惊悚哎！哇、哦，先把那个喷火解决，另外一个我觉得位置有点难。OK，Go、okay, Go！浇花，来吧吧吧吧吧吧吧，来来来来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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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乖乖乖，好吧，浇花。啊，这浇花是要干嘛？上面的喷得到吗？可以耶。还有一朵花在右边吗？可是它这些应该没有成就吧？是之前的。哦，有哎。所以他之前这个我记得是卡比嘛，我也忘了，反正这之前的浇花也有。哦，附近的灵魂收集齐了，这次很顺哦，很顺利哦。没事了吗？真的没事了吗？我很害怕哦。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真的没东西哦。啊啊啊啊！我走咯，拜咯。哎，怎么走不了？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星星有点高，是我的错觉啊！哦，不是，根本不同位置。这老爷会重生吗？我没看到脚底下。哦，这个风的能力真的很好用哎、欸，那我就不用。看半天，你这里没有路，检查一下，检查干净，真的没东西了，那我就走了。大哥，你不要哦，你冷静点哦，我看到你哦，你真的有点大只哦。我记得那时候是转来转去看半天的地图啊，这个地图。为什么突然那么安静？机器人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完蛋了，完全不记得啊！这我们应该是要用罐子把它去射爆吧？不要再给我三个罐子而已，这是几个？看清楚啊！有有有，这次罐子比较多一点，这次比较有钱，上次超穷。哦，这直接藏在里面，太可怕了吧！我怎么觉得用风的能力还比较快？感觉像一个一个排队打，有点欠揍。喂，我在猜别人拿到这个能力都是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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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然后自从上次只有三个罐子以后，我现在只敢这样射。我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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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怕啊！没东西哈。哇，我要怎么过去那里啊？应该会有喷水的吧？没有，这有一根棒棒糖。哦，无敌星星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有那个无敌星星，我在干嘛？小荧光乌贼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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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刚无敌射击瞬间没有，吓死我了！好，我们要去找圆圈。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？我的掉了！啊！我也是错过一大堆东西啊！我看到三角形在下面，从来不知道这地板可以这样弄掉啊！啊，那既然如此，我就先下去了，应该是可以上得去了啊。
欸，那我圆圈真的彻底的错过了吗？好，待会回去检查看看。好坏啊，这重生点超坏哎，不是我在讲。OK， 太棒了，我要回去找圆圈了。直接踩泥泞，泥泞，圆圈。一点印象都没有，这里的圆圈是要从哪里来的？难不成真的是直接硬扛旁边那个炸弹区吗？哦，真的耶。需要，好了，需要，我需要，我需要，我需要。喂，封印解除，解开束缚。啊啊，东西都找到了没啊？我们顺序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呢？他如果突然没了，我会叫哦。我要叫了。OK OK， 好了好了好了，啊啊啊！不是，我们要往哪走啊？我往这儿拍起来，我往哪里望？可以接过吗 ？OK OK， 接过了接过了，应该没了吧？还有吗？我有点忘记嘞，还有什么星座？大哥，你那个位置可以接过一下吗？我的妈的，我的妈的，我怎么被卡在桌子底下？而且我的能力掉了。我哭了，我真的哭了，真的哭了，真的哭了。虽然快到下一关了，但我哭了，我的能力哭啊！竟然卡在桌子底下，这么阴险狡诈的东西你也想得出来？悠悠，让我吸一下。睡觉的能力。啊，先吸一下吸它好了。是哪一个嘞？速度就是激情。啊，姑且拿一个这个，勉勉强强可以用啊。啊，这里有没有东西 ？What the？这颗转蛋才100块的东西，是100块吗？哇，动画画面，进入下一关，到底要不要吸它？上面看起来应该是无风阵区啊。我吸到了，欸，它竟然是那只在重生型的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地啊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有风，可是这个弯钩感觉也够用，欸，那弯钩感觉很够用，欸，啊不行，那个灵魂不能用钩了啊，上面是不是就不行了，欸，我们还是要吸它吗？可是这吸那个好难走哦。好了，去姑且相信他们。啊，我想要拿弯刀，虽然它应该不是刀，弯刀它是什么锯齿什么的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。
吃到灵魂了，真开心呢。然后呢？哇，这里真的不用真真，我们过不来。大哥，大哥，有点赶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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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借过。啊啊！喂！哦哦，没了吧，没了吧，没了吧，我怕，我怕。半血了，半血了，半血了。What do you mean? I didn't understand. 嗯？欸，他为什么没办法伸缩变长的状态？啊，我按刀时按到了，但我人勉勉强强活下来了。哇，我竟然没死欸，我怎么做到了？还有谁啦？你们的灵魂很多呢，不要那么多吗？就最好就只有你了。不，我的，这个很明显，我过去就会死掉了。我要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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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走了。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我活下来了！完了，这一局有好多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会活下来？我都不知道的原因。他踩的位置也太有趣了！啊，这样也打得到？What do you mean?太高了吧！呼呼，竟然是灵魂，找齐了，耶！啊啊啊，有补血了吗？大姐、大姐、大哥、大哥、大姐，可以可怜可怜我吗？大哥、大姐，我想要一点食物或者是饮料之类的。我看到一个炸弹在这里，宝箱。嗯，灵魂都拿到了，会是什么？星星一颗。对，我都忘记了这东东。下一关，完全忘记了这关在干嘛。我有打过这关啊，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好暗，好暗，很暗。我很害怕，前面这是什么？哦，是火焰的。看来也只能吸它了。好暗，可以不要这么暗吗？哦，怎么办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一关？请问这是新东西哦，还是我的记忆真的不行了？白呀！音乐倒是很熟悉，好像黑暗的关卡都会这样。哇塞，那么多次字哦！我真的没有印象这一关欸。差点就走过去那了呢，不是欸，大哥大姐，这个有点暗欸，我这个看不到啦，看不到欸，有点危险欸。OK， 总之就是要远远的射，不然你很危险。哇塞，还有这样子的。他是怕你的能力被刺掉是不是？哇哦，好像还有一颗
两个都点燃。好，记得搭一下。你是不是有东西在那里？我看到了。我被吃掉，我被吃掉，我被吃掉。哇，他也偷射哎、欸！大哥偷射不好呢、欸，虽然我都偷偷来的，不要学我啦，坏榜样哎、欸。啊，好了。啊！不是，完蛋完蛋完蛋！接下来要靠我的眼力了，我的眼睛不太好嘞。有有有，前面有东西可以吸，让我吸一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个灯要点来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已经看到终点了，是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灯在哪里？啊，我的灯呢？哦，灯在点来了点来了。哈，这样我们感觉漏很多哎、欸。远远的吐。火象加火会是什么？这感觉很像是要拿一个什么冰的能力来消火一下。怎么还是火的能力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OK， 那 OK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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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啊啊啊！差点被你们吓死啊，会死人啊！哎，我先吃那里的东西好了。喂！有了有了有了，最好给我是收集齐的，没收集齐我也没办法了。好了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漏了就漏吧，我也不知道漏哪里，太暗了啦。该结束了吧？这应该已经要到王冠了吧？我觉得好像老了十岁啊！啊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我要干嘛？啊嘞？啊嘞嘞嘞？啊嘞嘞嘞嘞？穿山甲让我思考个，讲实在，穿山甲它有很多远距离，我觉得用枪会比较好，但是我们的枪的能力有点低，所以我决定还是用火焰吧。我们不会要再要打那三只娃娃才会有灵魂，好可爱，它换色以后也好可爱。先把娃娃打掉。OK， 没反应。哦，我被抓住了，好可爱哦！哎，我之前有被抓住吗？我好像没被抓住过，没有看过被抓住的画面，没有，应该说没有印象。被打到，喂喂，好远哦！他什么时候才要转晕啊？不能离他太远，也不能离他太近哎、欸，有点看不到他。它转完后好像会丢。
小心打死，结果他还没晕，好可爱哦！我真的好喜欢这只的造型哦，因为它颜色这个配色也很可爱，好可爱，锵锵的。嘟噜嘟嘟噜。噔噔噔噔，就又拿漏拿一个灵魂，每次都漏一个，哎、欸，不止一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止一个哎、欸，可是前面的关卡都说达到哎、欸，所以那个黑暗的关卡我真的欠很多。可是他这个王冠照理说打完王就没了吧？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吧，随便啦，不完整的灵魂才是最棒的灵魂吧，每次都要讲这一句，永远收集不完的灵魂。哒哒哒哒哒，下一关是什么？红通通，很会取名字哦，跟我取名的那个原理差不多哎，应该可以吧？照他的速度啊，差一点就可以啦，可以到那条线啦，开得了啦，不用担心啊。下一集我们就随便找一找，直接乱来。好啦，我们这一集的那个卡比就先到这里结束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啵啵。